二十五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没收属于俄罗斯的资产，俄方将采取适当的报复措施。扎哈罗娃称，任何未经所有者同意动用俄罗斯国家及其公民资产的行为，将被俄罗斯视为非法且具有敌对性质的攻击行为，俄罗斯有权采取适当的报复措施。他强调。 冻结俄罗斯海外账户以及类似行径，违反了国际法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平运作。这一行为是对主权财产的公然侵犯，也让全世界重新思考将美元和欧元作为储备货币和主要外部结算手段的可靠性。据欧盟方面二十五号统计，欧盟各成员国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总额约为二百三十亿欧元，美国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高达一千亿欧元。 俄罗斯方面曾公开表示，被西方国家在全球冻结的俄罗斯央行总资产有三千亿欧元。欧盟领导人此前曾表示，有意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转用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欧盟委员会二十五号提出行政建议，要求将违反和逃避欧盟制裁列入全欧盟范围内的犯罪行为，同时提出一套与此相关的资产清查和扣押规则。 据了解，此举主要目的是为扣押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富商在欧资产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据欧盟统计，目前已经被冻结和扣押的俄白两国富商资产总额达九十八点九亿欧元，另有一千九百六十亿欧元资产被禁止转账。